团的伙伴们，大家好。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长官、各位嘉宾在百忙中拨空前来参加救国团龙潭区团委会的会长交接暨义工受证典礼。我们大会即将开始，请各位长官、各位嘉宾以及各位伙伴入座，谢谢大家。为了让今天的大会更顺利的进行，同时展现我们救国团的精神与风范，在此恳请各位嘉宾伙伴们在会场内保持肃静，并将你的手机关至静音以及震动的位置。感谢大家的帮忙与协助，更让我们大家一起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庆礼共同揭开序幕。救国团桃园市龙潭区团委会会长交接典礼，典礼开始。主席就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请大会主席陈维德会长就位。好，请各位伙伴们及各位嘉宾起立唱团歌。好，请播放。请坐下。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来宾。首先，我们请我们的力争组长为我们介绍今天的贵宾。好，我们今天龙潭区的交接典礼非常难得，办在3月10号，我们有相当多的贵宾也有莅临到我们的现场。首先，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长，桃园市团委会主任委员吴志阳，吴主任委员。桃园市团委会总干事尹邦志，尹总干事。我是负责介绍贵宾的沈丽珍，沈组长。谢谢你们。还有很多还有两位我的同仁，不好意思，目前现在路上有一些状况，我们现在紧急急救中，等一下会过来跟大家打招呼。那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团友会的好朋友们也莅临到我们的交接会场。首先，我们先介绍芦竹区团委会叶祥坑叶会长暨义工代表，请起立为我们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是八德区团委会王树珍会长暨义工代表们，大家好。好，屏镇区团委会107年、108年张正浩会长、梁桂雄会长暨义工代表。接着是我们观音区团委会高维楚会长暨义工代表们，请起立。好，大家都越来越热情了。接着是我们桃园区团委会陈明峰会长暨义工代表，在我们后方。接着是我们中壢区团委会许嘉诚总干事，还有他另外一位伙伴们。好，接着继续为大家介绍龟山区团委会总干事郭淑金，总干事金工代表 Kiki 姐，最可爱的 Kiki 姐。接着是大溪区团委会郑金梅总干事暨义工代表，在我们的后方。还有我们的东青四队吴善明吴队长，真的有曾队长，请各位伙伴掌声鼓励鼓励。接着是我们真善美的吴立冠会长暨我们的好姐妹们。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团友会，刘俊坤刘总干事，郑瑞宏副总干事，请前面为我们掌声鼓励鼓励。接着是我们大园区团委会的副
重要的龙潭区筹会，我们的现在的会长陈维德会长，还有我们即将要接任的会长林昭贤会长。好，接着我们的团友会的副会长吕副会长也到了我们的现场。好，芦竹区副会长陈卢林副会长，会长嗨，谢谢你也莅临到我们的会场，谢谢我们所有团友会的伙伴。好，那我们还有一些贵宾还没有介绍到的，我们会后续的再做一个补充介绍。